用零碎的时间带你品味一部精彩电影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中华田园犬主演的一部电影《流浪三十三天》。大黄是一只可爱的小土狗，刚出生没多久，它就遇到了第一任主人。第一任主人是一位很温柔也很有爱心的男人，他精心照顾大黄，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。大黄对主人也十分忠心，每天都默默陪伴着他，日子本可以这样一直幸福地过下去，但主人新交的女友却改变了这一切。女友似乎不太喜欢大黄，她让主人在自己与大黄之间做出选择。看着态度坚决的女友，主人最终痛下狠心，带着大黄来到了公园的草坪上。此时的大黄并不知道主人是要将他抛弃，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出游而已。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主人却迟迟未归。又饿又累又思念主人的大黄最终逃脱缰绳，踏上了寻找主人的路。流浪第一天，大黄遇到了一位同样在流浪的音乐人。音乐人看大黄有些可怜，便好心给了他一些食物，大黄也很知道感恩，就这样默默陪伴了音乐人一段时间。一次音乐人突然生病了，看着他难受痛苦的样子，大黄赶紧提醒路人来营救。音乐人最终被医护人员带走了，而大黄也就这样与他分散了。大黄再次踏上了流浪之路。流浪第十天，大黄遇到了一位善良的保安。保安看大黄十分聪明，便慢慢地喜欢上了他，还带着他一同站岗。不过这世界上善良的人有，但坏人也多。小区里其他的保安一直想将大黄炖了，善良的保安在关键时刻与其他保安做了斗争，但可惜在现场一片混乱之时，大黄吓得逃走了。他又一次踏上了流浪的道路，这一次他逃到了一个宽阔的公园里。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因意外而无法再跳舞的芭蕾舞演员。看着悲伤不已的舞者，大黄默默靠了上去，还用行动鼓励着舞者，让他尝试再站起来。舞者看着活泼又可爱的大黄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身上也突然有了力气。在大黄的陪伴之下，舞者每天都会来到公园努力做着复健。大黄就像一道希望之光，虽然不会发出声音，但却给了舞者无限力量。舞者告诉大黄自己明天会去做检查，然后回来告诉他检查的结果。然而就在舞者依约再次来到公园之时，他却再没能见到大黄的身影。原来两个凶恶的狗贩子将大黄抓走了，他们把大黄与其他狗狗关在了一起，打算把他们卖给餐厅做狗肉包。大黄似乎得知了自己的命运，于是他悲伤地叫着，但却无济于事。难道大黄的生命就要在此终止吗？好在关键时刻犬类保护协会的人赶了过来，不仅救下了他，还救下了其他狗狗。但此时的大黄已若惊弓之鸟，流浪路上的一次次分别似乎让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了。笼子打开的那一刻，大黄不管不顾地跑了出去，他想见自己的主人，想让他再像以前那样抱着自己摸摸自己。大黄想要见到主人的心太迫切了，以至于在过马路的时候一辆车突然出现，他也丝毫未察觉到。尖锐的刹车声响起，大黄倒在了血泊中。模模糊糊之时，他似乎又看到了主人，主人还像以前一样呼唤着自己，抚摸着自己。可当他再次醒来之时，眼前的人却并不熟悉。原来关键时刻又是犬类保护协会的人救下了自己，他与其他狗狗一样住进了收养所。但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大黄变得不再活泼了，甚至还有点无精打采，与其他狗狗在一起也显得格格不入。大黄似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再也不如以前那样充满了活力。一些市民过来收养狗狗，看到大黄这个样子也不太喜欢他。难道大黄就要这样一直生活在犬类收养中心吗？但命运终归还是眷顾大黄的，虽然他经历了重重磨难，但最终还是遇到了一位人美心善的小姐姐。她一眼看中了这个看似有些孤僻有些不合群的狗狗，还将他带回家中，让他重新获得关爱。虽然此时的大黄还不懂，这一次他真的是又重新拥有温暖的家了。相信善良的小姐姐会用自己的行动向大黄证明他再也不会被抛弃了。故事也到此结束。其实大黄流浪的路上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，他们或许都有想过一直养着大黄的想法，但命运的捉弄让大黄一次次与他们分别。好在最后他又一次遇到了一位能够真心对他好的人。真希望所有想养宠物或是正在养宠物的人都能够做到，来到他的生命中就不要轻易的舍弃他。而本片中的大黄其实就是我们农村里看家护院的中华田园犬。
用甜甜圈来拍一部电影确实也是少之又少，但无论怎样，既然你选择它，就要好好对它，因为在这些毛孩子的世界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好了，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给老吴点个关注再走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